好，呢度唔該。都算幾特別嘅，除咗係紀念呢套戲啦，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個memory 嚟嘅，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叫做有一隻一隻碟啦，係關於一個電影嘅產品咁樣，咁所以好開心咯，同埋可以嚟到呢、這個展覽會去睇到其實蘇華偉佢以前嘅一啲金牌啊、一啲歷史啊，同埋佢真係可能佢屋企嘅真實家庭照片都係第一次睇到，咁所以其實都好有意義。我覺得大家如果睇呢套戲，不單止啊，仲可以過嚟睇下呢個 exhibition 咯，因為佢背後有好多故事嘅蘇華偉先生，咁今日正正呢個展覽就可以幫到大家了解咁樣嘅故事啦，係。你自己會唔會都想搞過咁樣嘅展覽？喂，我自己搞嘅呢個，可能人生去到入行第十年嘅時候先會搞啦，因為我而家就算搞展覽都唔係一個好多里程碑嘅一個嘢，咁因為我覺得展覽係要即係你見證住佢有好多個獎項，參加咗好多個比賽。可能他們成十幾年的比賽然後才可以搞到展覽，我覺得儲多些東西，遲些拿手家的東西放在這裡，如果真的整展覽報道說你肯贏了你轉身就可以拍跟姜濤拍蘇慧那套新戲，是嗎？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就casting了，但是最後係個結果係點咧？就公司會安排。哦，即係你未收到？我都暫時未係好實地知道㗎。哦，咧報道就話你咧冚贏咗阿魏俊生啦，咁但係魏俊生咧就話你覺得你係一個好厲害嘅人，而且可以講啲咩嘢 ？Jeffy 都講啲咁嘅嘢。有一定係實至名歸。唔係咁 ，Jeffy 都勁嘅本身，係啊，好靚仔啦！如果鬥靚仔，邊夠佢嚟啫？係啊，又大隻又靚仔。咁佢都係客氣説話啫，我覺得。有機會好唔好期待第一次拍戲啊？哦，咁當然會期待嘅。如果真係有機會嘅話，咁之前男排女將拍完劇之後，其實都係一個好好玩嘅嘗試咯。咁當然係會期待將來拍攝嘅話，如果真係會係點咯？學習階段當然是沒有信心啦，因為我很新啊，在這個行業，跟住又或者我之前 MV 真係雖然演過一些角色，但是我真係你問我男排女將的時候，我講的對白又不是很多，將來做戲會是點，我自己都未係火絲到咯，係啊。有冇上下嗰啲演技班咁啊？演技班都有嘅。不嬲都 keep 住有想增值下自己。